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刚刚官宣杀青的耽美古装剧《杀破狼》，由谭健次、陈哲远、李弘毅、宋继阳领衔主演，可以说个个都是颜值超高的美男。讲述了北宣国边陲小镇少年长庚在一次外出时遭遇狼群追杀，幸得以化名沈十六的顾云出手相救，为报救命之恩，长庚任顾云做了义父。恰逢外敌天狼族伺机入侵北宣，掀起战乱。危急时刻，长庚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竟是遗落民间的北宣国四皇子，而沈十六其实是玄铁营统帅顾云。顾云带领将士击退了天狼族，并奉诏带长庚入京。在机缘巧合下，长庚加入了凌渊阁，并与一群身怀绝技的高人们四处游历，磨砺自己。此时的北宣内忧外患，内臣逼宫叛乱，新皇被杀，长庚重回京中破解危局，最终长庚得禅让登上帝位，收复失地，重整北宣，守护了天下太平。杀破狼已正式杀青了，我们会在剧方有定档消息后通知大家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